你那个还有，假如说你是用电脑的话，你中间还有一个横呢，你可以拉过来拉过去。电脑的话呢，我这个地方呢，旁里边这面一有一般的一个有一条线，你可以把那个 cursor 拉过来拉过去。假如说你要共享那个东西呢，还可以呢，上面还有可以放大，条，上边。放大上面的 view option 呢可以放大。View option 你看到的 zoom ratio 哦，看见了，啊看见了，看见了。，ratio 啊，它 fit to window 就是说在那个窗口的这个size 这个大小，那么你可以走过去的有 50% 就一半，或者100% 是 original size，那么叫一你像叫它的字太小，你可以放大是150%。200都可以，但是你要移一移，因为它那个空档不多，所以你假如说你放150的话，你要去移一移就看到了，那个字放大了。有时候的老师的课程可能字很小，那么你要自己做用做自己的手，去动一动去放大放缩小，哦，对。我还没找着这个地方。这个 OK，再来一次，上面的 view option 这个那边哈，我看看看到啊。吗？view option，那么再下来有一个 zoom ratio，zoom ratio 就是大小您说那是 new view option，看到new 上面那 option 之个前有一个中间一下中间，选择麦克风，选择扬声器。视频安全参会者，是不是那个方块啊？方块，哪里有一个方块？在右上角有一个缩小，一个放大，一个减，一个叉子，没有。应该有一个，三个选你告诉择。我你的平面上看到什么字？我这平面上头就是，我看啊，就是说这个是 Zoom 的功能。不是剪贴板的功能，对吧？是你是 Zoom 共的，享的功能，你共是享在的共功享，能，共享。那金老师啊，对金老师，我金老师，我插一下啊，我先插一下，给大家插一下。另外呢，给大家告诉一下大家，因为刚刚听这个中华中餐的朋友有点在，我讲一下，明天呢，我们是下午1点是那个聊天室，也欢迎大家参加，1点钟聊天室，它是3点结束，但是3点到4点呢，我们有一个就是法语课，法语课老师有事明天暂停。这样来说呢，就是前面聊天室呢，可能用2个小时，后边2个小时呢，要把今天这个重播一下。因为中华种菜现在种菜的中华季节都很重要，所以把今天再重播一下。有些没有参加的朋友，你可以叫他明天呢，可以明天3点钟我们开始播，今天下午还是播到三5点。点，明还是天三点下午到三五点点。重播。明天下午3点。1点、2点是聊天室，聊天室是3个小时，我们就给它缩短成2个小时。后边的2个小时呢，我们就，我就就播放今天这个视频，好吧？请问一下，聊天的主题是什么？还是随便聊？聊天主题有了，我一会儿看那个高随霞便老师聊。上来给他讲，高随霞便老师聊，在是吧？在呢，你在是吧？在。你在了，你看看，你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明天聊天室。你介绍，明天我就是说要跟你说一下，明天呢就是，1点到3点你们聊天，3点到5点是就播放这个今天这个视频。我播一下，再重播一下，好吧？好的。行。欢迎大家明天1点钟来我们的聊天室哈，我们这个聊天室啊是咱们中心建立这个平台，是大家伙说话的一个地方，放松的一个地方。就好像是到了咖啡店里头坐那一起聊天，也没有什么规定，也没有什么格式，就是随便聊吧，聊天聊地，聊古今中外，家长里短都可以。怎么高兴咱怎么聊，因为咱们这个疫情出不去嘛，有好些朋友都是在那个视频里头互相聊，这么着呢，大家伙都来到聊天室呢，那见到更多的朋友，还有一些经验什么的，互相学习，学习的内容呢也包罗万象，什么都有，
什么讲古诗了，下一步我们讲古词诗什么的，还有做菜了，还有反正是包罗万象吧，大家伙想怎么聊咱就怎么聊，只要是咱们不聊那个政治敏感的话题都可以。欢迎大家都来啊。请问一下你们的法语课有没有beginner 的？喂，你说什么法语课？刚才不是那个男的说你们有法语课吗？你们法语课有没有那个beginner 的，就是初学者的课？要问李主席。可能他不在旁边。应该有的。应该有，怎样参加啊？你现在在哪个群呀？我哪个群都不在。啊，那你要扫码一个群，等一会儿结束了你要扫一个，然后进去你就说你要进那个进法语初级班，他就给你拉进去。嗯，待会儿、待会儿主席，你只要扫一个群，你到里头说一声，主席就会拉你进去。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对的。好。现在金仲老师你在弄对了，你 这个是在你自己的电脑里面弄，你可以弄大小。因为你在 sharing, 你在 share 给我们看。曼妮老师你能不能教教我们，你显示一下，我们都想知道这个怎么用，我也不会用。有时候要管理 room 要用这个方法。可以的可以的。谢谢啊。现在呢金钟老师呢在他的文件里面去在弄，他这个是他的画面。对。啊，不是在聊天室吗？我们只能看到聊天室吧。现在不是聊天室。现在我们是讲一些关于电脑的。对，聊天室是明天每周二的。明天一点。不是。刚才那个。现在是共享。我知道刚才金钟老师不是说又要看聊天室又要看那个share 屏幕，就是共享屏幕，两个同时看，是不是这个意思？对，现在看到了。对，我就是想说，就是他这个应该是一边看聊天室，他这个是什么我不太确定。这个能够这个呢你们的声音呢有两个电脑里面你可以开两个，但是呢另外一个里面的电脑里面的声音要关掉。你可以看两个电脑不要紧。对不起关掉了不好意思。对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对不起。我是顺便告诉大家可以开两个电脑哈。那么只要一个电脑里面的声音，不是说 mute, 不是说把那话筒关掉，要关掉里面的电脑的声音。就这样就可以用两个同时用两个电脑哈，可以的没问题。我刚才的问题解决了啊，可以，就是，我找着了，找着上面那个地方了。就是说我可以一边共享屏幕一边看这个聊天区里头大家的留言。能不能分享一下那金钟老师怎么看到的？我这是在电脑上嘛，我就在那个我把鼠标放到了电脑的最上面去，现在它放到最上面去，就出来了一行，这里边呢就有什么静音、停止视频、安全、参会者、共享、新的共享、暂停共享、注释、远程控制，更多里头就有聊天，还有什么会议信息了，参会允许参会者添加注释、共享声音。反正是好多，就有好多，另外还有很多可以操作的，就是把这找着。原来我找着了这个横的这个应该叫做什么呀？不好意思，你这个在哪里找到的？就是在我共享屏幕的同时，我这是电脑，我在正共享屏幕的同时，把鼠标往边上撞，撞着撞着它就出来这么一行，我不知道从哪儿出来的。反正这个鼠标就在这个电脑上的，在屏幕上画了，它就出来这么一个栏。这个栏里头有很多的选项。这个选项里头，包括聊天，把聊天一点，那么聊天的信息就都出来了。哦，那我问你一下，
钟老师，金老师，就是你打开你的电脑，你是那个共享的屏幕的下边这些个栏目都存在呀、啊，它不会遮盖的。嗯，它没在下头，它在上头。哦，那你呢在下边，我在下边一点不成问题，全都在下边这个栏目，包括那个参会者呀、聊天啊、共享就是停止上传什么录制都在这儿，还有回应。哦，那我这东西，哎呀，这可以搬家，搬下头来了。是的，他会走的，因为你看你自己设计是怎么样。搬下来了。所以电脑你就是用你的鼠标去摸来摸去。对。所以它不存在，就是它也没有遮盖，你完全可以在你的共享下边找你的聊天，看别人在说什么，应该没问题，对吗？对对对，现在。聊天你看聊天的那个一个方块呢？不妨碍人家看到的东西，他能假设录音的不会看到你那个聊天那个方块，那么你可以自己去找方块有没有人要讲什么特别的东西，你要回答或者等一下想再讲都可以，可以有些最好的就是说帮助那个 assistant 呢、啊旁边帮助那个讲师呢。你就在旁边帮着讲师，可能提一提他有什么问题。有时候讲师在那个 sharing 的时候呢，共享呢，可能他看不到其他东西，那么旁边的 assistant 就是做这工作。他也许是不是看不到问题，或是他顾不上看这些问题。他顾不到。作为管理人员，他看得到，但是他顾不上这么多事情。对。他可以提示一下，就作为管理人员可以提示一下哈。对对对，就是说因为主讲人看主讲人他在那儿讲，他不一定顾得过来。对，所以我今天那个就是作为主持人，我的工作呢就是把聊天区里头大家提出来的问题归纳一下，稍微整来得及我就整理一下，就放到了这个我的剪贴板上，然后共享的时候共享我这个剪贴板，与会者就是听课的人和主讲老师都看得见这些题目，老师一个一个的来解答。金老师，什么叫剪贴板呢？我不知道。就是，其实你用一个 Word 就很好，因为，Word 我知道啊。对，你用 Word 就行。我用 Word 干嘛？我要把老师的功课弄下来啊。不是，我是那个，因为这个讲课过程当中啊，听课的人不断的提出来相关的问题。嗯，因为种菜嘛，大家都种啊，所以问题特别特别的多。那么如果都是举手的话呢，就很耽误时间。所以呢，就让他们把要问的问题都放在聊天区里头。我从聊天区里头一条一条的 copy 粘贴到我的这个。哇，霹雳，您够厉害的。粘贴到我的板块。我知道，我明白您的意思。现在你是共享着我的屏幕，你是不是现在共享着我的屏幕呢？我在看你的共享。那么这不就是我今天整理的这些东西？我知道了。您粘贴在您的 Word 里。因为这个你也是一个记录，你以后有就是有一个记录了。对对对对。另外一个方法。刚才看见我就把它给存起来了吗？对哦，厉害厉害厉害！另外一个方法呢，我还奇怪呢，我说您干嘛用 Word 剪接板？我还没听明白，现在我懂了。您自己多做了一步，您自己多做了一步。不懂应该做这件事情。有人就是说了，说哎呀，这今天这个主持人简直是太不专业了，大家提问题的时候很乱，那个效率也不高。然后我接着我就看见了。另外的一个群里头也是讲这个园艺，正好讲的是草地草坪，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劲儿，就旁边就有这么一个，他用的是 Word 还是剪贴板我不知道，反正他就是共享出来了，老师解答的就是效率就很高，听的人呢也看出面题目了，知道老师回答的是什么问题，所以我今天我主持我做的就是这么一件事情。整个的这个今天下来呢，我感觉效率还是比较高。我想问一下金老师，就是您把剪贴板把这些问题您都用 Word 记录下来了以后，您是不是用共享完了摆在前面让老师一个一个解答？对，老师解答的时候呢，我一般我帮着老师念一下，或者是老师自己呢就是念一下，因为我帮着老师念一下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说稍微控制一下吧，
另外呢，就是说是帮助老师记住了你讲到哪一个下边该哪一个问题了，同时呢，听的人呢也能知道现在说的是哪一个问题，就大家心里都清楚。哇，真棒！您真是个金牌的管理者。对呀，这个我讲就是学习嘛，就是学习嘛。对。那个，我想再问一个问题。我分享的时候我说学习嘛，这就是我学习的一个内容。很棒，很棒，您很棒。这个是一个方法，挺棒的，是您发挥的也挺好的。就是我想再问一下，有的时候我在管理的当中吧，我会特别手忙脚乱，因为操作就是不熟练。我想问一下，我要想知道谁在发言，谁在举手，然后我必须要看参会者里头，在这里边去观察吧。比如老师有一个人正在说回答问题，我想把这个人聚焦，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谁在说话呢，我是不是在参会者里边去看那个麦克风的活动啊？在那个 participant 参会者，你看到那个方块就是黄色，就是那个人讲话的。对呀、啊，但是有的是要么你在那参会者里面呢，一排排字那个。你也看到那个话筒上下动，对呀、啊，就是人讲话，是或者他发出声音。那么假如说你把它静音，假如说你可以，他可以话筒已经开了，他有声音，你把他一个静音都可以，其他人还没有静音都可以。是，我就想问的就是在参会者里去找这个人，对吧？不是在这个图标里找，对对，不是在我们视频图标里找，对吧？对。对哦，但是我觉得有点是让影响我在听课，因为我在找他，所以一定要有一个旁边 assistant 帮助一下，因为、老师最好不要分心，老师不分心，但是我要听的话，我就与管理当中我会影响我呀，我还找他。我找他，或是有个声音，我也在找那个发声不该发的那个人。虽然我全体静音了啊，但是呢，有的时候也不必全体静音。就我找那个人，我还得转那个拉那个东西那个杆拉那个上下的，然后找到他以后，再给他怎么样把他静音了。这个必须不是在这个视图目录里去，而是在那个参会者里边去找。必须是这样哈。是的。哦，那现在看，那有人举手，有人举手。我现在有人举手，我在目录里头我能给他静音，我能给他放下手，但是我要给他打开，他已经打开了，他可以说话了。哎，我已经打开，你要请他讲，因为他你不跟他讲，他不要讲，因为他不要打扰你。就是 Joanna。Joanna。Joanna， 请你讲话。对了。啊，你好，我想老师，我能不能试一下刚才那个共享屏幕，然后在旁边可以看聊天室那个？好的，谢谢啊。你试试看，你可以不共享现在。你要给我加成一个联系主持是吧？是的，我才能操作。我可不可以加你？好像你有下来了，谁给你弄下来了？你现在不是联系主持了呀？我要找他，我要找到他，他可以变成联系主持人，但是我现在从这个共享里面找不到他呀。现在没有，现在只有那个辛蒂他是主持人，其他人加不了。别人加不了啊？只有辛蒂加，辛蒂在吗？联系主持人不可以的，加不成的。哦，辛蒂对，联系可不可以？哦，那么联系主持人是不是也？不可以把别人的麦打开呢？可以，那可以的，可以的。我可以把他的手放下了。我现在我是举手，但是我不会把要发言举手的人的麦打开。上一回要加那个，我Joanna，哪一个要加Joanna哈？你等会儿我找啊。啊，我举下手吧。我举下手。OK。我看到了，我把你手放下。哎，谢谢。共享。他是联系主持人，对。麻烦请把那个二维码那个图像能不能再放一遍？
哦，那个只能主席放，现在没有吧？我是要放图片是吗？还是屏幕？应该是图片，对，共享屏面。你可以共享屏幕。我现在共享了，共享了。我想问一下，我怎么看的聊天室？你是电脑还是 iPad 还是手机啊？我是 iPad。iPad 在什么位置上？曼丽老师知道。我一打开 iPad， 你去找 ，OK， 任何一个电脑，你去找 iPad， 你找那 chatting。chat 那个聊天那个项目，有些讲话那项目。但是我一打开这个聊天，就把我那个共享挡住了，我就看不见共享了。现在不是说，又可以看到共享，又可以看到聊天。因为你上面设计没有设计那个 side by side by side 就是两样可以 side by side 在上面 view option 那边呢，可以看到最下面看到那个 side by side mode，side by side 就两个都可以看到。假设老师我在哪儿是呢？一个走完就撂一个出来。老师，我在哪儿是能设计 side by side？ View option 上面。View option 在我上面，我上面没东西啊。你去找找。那个在那个recording， 录音隔壁。录音旁边是吧？啊，对。哦，录音旁边。有看到 view 吗 ？View option。View 就是给你看东西的。录制视频那个地方吗？不是录音那个录 recording， 你说英文字吗？recording 对吗？旁边在旁边，右手边这只有录音会议设置，查看完整转录文字聊天。你看我接下去，我接发过去。要是在手机上可以看到吗？我手机也可以开一个手机，手机上是怎么方法？手机也可以看到，但手机因为画面不够大，所以它东西不显的，不显很多的，所以有些人说，我不看不到这个，看不到那个，就是因为这个电脑是最好，电脑是最全屏。哦，那你说我现在打开电脑去，更容易。还有呢，电脑你可以把它全屏的那个项目比较大一点，那个画比较大一点，画面大一点。哦，那我再进全屏，我一会儿再问。好，谢谢，我现在去打开电脑。好，谢谢啊，谢谢孟老师。你就只要有 side by side 呢，两面都看得到。但是这个这个 iPad 现在目前是操作不了，是吧 ？iPad 我不太懂，因为我也没有用 iPad。但是你电脑的道理就是你去找，我就开电脑。对，去找。谢谢。那这 iPad 你也可以找到的，应该有这个设备的，但是你要去找。在哪里？我就是没看到在哪里找，是在那个更多呢找，还是到参会者找？参会者里边你要有这些个目录，参会者里头在哪里找呢？就下边你有没有这些个东西出现啊？参会者聊天共享屏幕啊，你共享了已经，你有共享了，已经共享了。对，我现在共享了。对，你共享的旁边就是聊天嘛，还有参会者，因为他们都是并排这些。对，那我是打开那个更多那个聊天了，还是打开参会者？所以你要做什么？做那个一半是聊天，一半是这个聊天，一半是共享。对对对，就是你打开聊天。我打开聊天，把这个共享就全遮住了。那你就把看完了再关掉聊天嘛。那你那个不能像我们似的。iPad 我们电脑可以。可以的，一半一半嘛。你这个小，大概就是我不太了解你的还是，但是你那只能关掉一个。那谢谢你，下面先提问，我去开电脑，我现在去看电脑。没关系。我去开一下电脑。好。用电脑呢就比较好，同时可以既显示共享内容，又显示主屏幕，又显示参会者和聊天内容。是，电脑还是功能比较舒服，看起来。究竟屏幕大吗？对。
那金钟老师，你刚才那个把那个录过来，copy 过来非常好。而且另外一个东西可以做呢，就是完成了哈，你他们有些什么 comment， 有些什么话要讲，那么你可以把那个全部的聊天，copy 全部 copy 下来，你自己做一个记录，就知道谁讲谁讲什么，嗯。或者呢有一两个项目没有跟他们谈过了，没有提过，没有时间了，走了，我们要完成了，我们就在 WeChat 里面讲话，就去回答他的问题。 嗯， 嗯，对，我今天的缺点就是说不知道问题是谁提出来的了，我只是把话 copy 过来。这个我现在连发言的人一起 copy 过来啊。但是你可以这样两面做，完成了，现在你还可以，现在我们这个完成了，你聊天还没有撤掉的，聊天呢，你就把那个全部去copy， 按一样 copy 一下，全部 copy 一下走上去，那么把那个 copy 在 word 里面，你就看到全部他的时间谁讲话都讲就写出来了。哦，都有个记录，我都有记录的，谁讲什么话我就记录，有些我没有时间跟他回答了，或者没有去看他没有注意的，或者在 WeChat 里面跟他讲。哦，这样也是一个好的。哦，对对对，都在这儿了。对对对，都在这儿。我是连你上一课的人，假如说你有听上一课的课堂，你上一课人也没有删掉的，就是你从你进来你一课中，人家后面有的聊天的东西你都会看到。那么你假如说你是自己的课堂呢，你就把上面的删掉它，因为你不关你的事情，只要你关自己的事情，那么你就自己这样做也可以，你去存住也可以。我是把我的课堂呢讲的话我都写出来，我知道谁讲什么话。哦，那么我现在这个地方呢，它只是我们是三点开始的，它这是从3:12，哎，也差不多是第一个发言了。对呀，对呀。我怎么 copy 过来呢？ copy OK， 你就在从那个聊天那个哈，你在最下面或者最上面按一按，左边手按一按文件，那么那就 copy， 就往那个箭头上去，上去就弄上去。有一个保存聊天就 copy 了。有一个 copy， 就是你手我打开文件保存文件里头，你可以 copy 了放在你的文件里面，那么你存自己的文件，因为你一下去。这个聊天就没有了，对，这有一个保存聊天记录，对，所以你要保存的话，哦，是这样子的，对对的，那么就比较很好，你有个记录，保存到哪儿去？而且人家讲你好的、不好的，讲赞美的都有在，也知道谁讲谁讲什么话。那个曼丽老师是点那几个点吧？保存聊天记录。对， 对对，你那个聊天的全部录下来都可以。是点那个几个六三个小点点吗？保存聊天记录是这个吗？聊天记录是那个 chat 那个英文，你是英文中文？我点六个点，三个点是中文的。中文你点一下看看是不是聊天。保存聊天记录，在聊天记录已保存在文件夹中显示。OK。你自己保存的那个不关那个中心的事情，什么什么保存的不是全部的吗？可以保存全部，你保存一半也可以，你自己选择。我选择还有那个抹黑吗？拉黑吗？选择吗？我怎么选择？是把它怎么选择呀？这个选择有没有什么勾兑呀？你平常你怎么样去 copy？ 好像那个钟老师copy 那个一句句 copy 也是一样。我全部选择呀，就是从那个点击拉黑选择，是这样选择呀？不用不用不用拉黑，直接的就是那个保存聊天记录就保存下来。对，我现在就是说我要知道它存到哪儿去了，它存到我记事本里头了。对对对对对，我这也是存在你的 Word 里面 ，Word 里面你记录，放在电脑里面，放在 Word 里面。那么你知道你的 file 在什么东西，这个 file 的名字叫什么，哪一天的课程。是啊，
我点了保存聊天记录，他呢到了我的什么里边，他告诉我了，在文件夹中显示，知道了。对，你就赶紧去文件夹看一看是在哪一个文件夹。知道，我找一找，以后就可能老进那个文件夹。对，明白了，这是一个方法啊，我知道，但是我没有管那么多，我都是不重要的。有需要这样做，没有需要不用。对对对对，我那个没有需要，我觉得英文课和那个种花的可能有需要的吧。嗯，对对对，但是我知道这个方法很好。哦，是的，是的，它保存在这儿了，文档里头有一个 Zoom， 点开 Zoom 以后就是今天的聊天记录，可以啊。哦，把这个咱们 Zoom 缩小，双击就可以缩小，在你的电脑里就找到你的 Word 和是什么的，可以找到。知道，太好了，知道了。今天学到了两件大事情，也跟你学到了。因为你在说这件事儿，我们就多学点吧。好了，我下边马上我有别的事情，我就离开了。谢谢老师们，谢谢Mary老师。老师啊，谢谢金老师。喜欢Mary老师。喜欢你们。好，再见。再见。再见。我就离开了。好的。好像我这个网刚才掉了，我现在主持人自动转到一方那儿了啊。为什么？我已经因为我刚才这个网掉了的，主持人上一个节目是什么谁主持的？那么你们就拿着主持。你那个主持人，你现在不能掉下去，要下去了就断了。你要是转的，你就再转回给我。转给麦丽老师主持人，我把它转给。对，转给麦丽老师。一方你 host 不要走哈，你 host 一定要给人家，比方说你要走要给人家，不然你整个线就没有了。我知道，我想把主持人转给谁呀、啊？转给你啊。下一个节目是什么？下六点是什么？我不知道啊、哦，我想转给你啊。转给我，不是我主持啊。那下一是个谁呀、啊？哎呀，怎么谁把那个主持人给我了？下个节目是那个他加入，要不你先转给我吧，转给辛迪吧。哎，我转给下一个人。你是下一课吧，对吗？下一课转给谁？我不是下一课的，我也不知道是谁，先转给我这吧，因为我刚才是网自动掉下来了，他就自动转走了。您是哪个位？您说话。辛迪，我给你举个手吧。好的。好的，我看看啊，这位主持人，我也不知道下一个是谁，等我一会儿我再转给他们。你过去了吗？下一课是瑜伽，瑜伽是过来了，好嘞。下一课是瑜伽，你看瑜伽谁去做管理？啊，瑜伽应该是南飞燕吧？南飞燕或吕莹。对，我看一看他到没到哈、啊？不在。你个手我给你放不下的、哦、我自己来放下，好嘞，你自己放吧。好的，一会儿等着他瑜伽来了我就给他转过去。下边是什么节目啊？瑜伽啊，那我就不上了，我离开了，可以吧？可以的。好，谢谢，再见。再见。有没有什么问题？其他问题？哦，还有20分钟哎！知道，这个是今天是聊那个电脑的问题。对呀。所以还有点时间。其他的有没有这电脑的问题要问？Thomas 讲话。因为就像刚才他们说的，如果用电脑可能好一点。我这个就用 iPad 就没有这么多功能。对对对。如果我要是share这个屏幕的话，然后我就看不到，我得用两个。是的。对，他可能电脑会好一点。
也不知道那奈西老师现在咋样了，可以上课了哈。谢谢堂哥，他进来就可以教他讲话了。他不是打针打的发烧了。吕老师在呀，吕老师讲话吧。在吗？看到他。秀姐也在。哪一个是？秀琴。他特别的买电脑啊，为了这个课程。哎呦，我试试。嗯。我怎么看不到啊？看什么？喂，老师好。你好，李老师好。你好，你很棒。我很早上来，还没到时间上课是吧？是那个那个现在是关于电脑有什么问题的，可以问问电脑的操作。Zoom 的操作。下一课是瑜伽16点。其他可以随便想什么吧，现在就是等那个下一个节目主持人回来了，我们交给他。我有个 laptop 用了好多年了，还是 Windows 7，现在打不开了，因为现在 Windows 7不再 support。你可以用其他用场啊，你买了一个新的可以用，就用另外一个看电影看什么东西，可能会慢一点。我买了一个新的。是那 Windows 10的，我搬家卖掉房子的时候呢，我就把它送给我的外孙女儿了，我的车也给了她，我的电脑也给了她，现在我旧的打不开，新的都给了她，我就没有电脑用，现在我有两个 iPad， 还有一个东西来玩了。是。哎 ，Manny 老师。哎，你好。我是 Joanna， 我现在弄到电脑上了，我想再请教你一下。好的。是先打哪个？先共享啊。你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一半看聊天，一半看共享。哦 ，OK。你上面有那个 view？因为你来过，听着他说英文了，看。曼丽老师，你说一下。OK， 好的。谢谢。看看哈。这个共享，我这边共享是哪个？不，下一个是共享，屏幕去掉。不是，我现在就是想共享了。那不想吗？然后点这个。啊。是吧？现在卸了，卸尾了。啊？你现在共享了，我看到你共享了。哎，我共享什么东西了？没有哎。你共享你的你的那个 Window 那个画面。对，应该共享了。你的电脑里面的。你没有共享东西。我看你共享了。在哪了？你刚才那个卸了，我都看到了。不是，但是我现在没有共享上东西啊。共享东西。不要打开了。啊？我现在那边。弄成很小了，我自己都不知道。双击那么大了。我咋双击？打开，你要打开大一点的话，你在上面 view option 那边上面。上面有一个 zoom 的 ratio， 就是说你的 zoom 有大小。哦。看到吗？大小那个 zoom ratio。可以，第一个是 fit to window， 就是说在 window 的窗口上的size 大小，有一个 50% 你可以减到 50%， 假设人家的字太大，你弄小一点也可以。另外是 100% 是 original size，original size 就是它原来的 size 的大小。那么假设你要再大一点的 150% 也可以，但是你要移动一下，有时候是偏于左边或者右边。
Manny 老师，我现在没找到那个地方，你说 View option 看到吗？上面最上面有一个 View option， 假设你是电脑的话，不是，我让你听人家讲 View option 在哪里，你给我找吧。Option， 我已经看到你的screen， 我们讲 you are viewing Joanna's screen， 我看到你的，我们都看到谁 share， 我们都知道谁在 share screen， 我都知道。你看到了？看到你的 screen， 你的 screen 就是蓝色的那个，那个电脑的。那你要假设你要开一个文件，你就自己开随便文件要给我们看，你就可以在里面看。不是，我现在要他我的声音在哪了？我声音开，你声音开了，你声音在左边下面。不是，我打开，我话筒打开了吗？我自己都看不到。话筒打开了，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所以你打开了。哦，这个，听到声音乐。哦，我看到所有内容在上面，上面不好意思，曼丽老师，你刚才说让我找哪个位置呀？他说你要看看上面一个 view option 有没有一个 view option， view option 有没有这个字？假如你要共享呢，你 要给人家共享什么东西，你要去选出来，你在你的文件里面去选东西出来，或者照片啊，或者你的文件啊，这样。我现在正在选，我还没用过这个电脑，我试一下。好，慢慢试。喂，小果女。之前让大家去分享，我是张丽，今天是礼拜天 ，16th of May 2021 Sunday。找到吗？我看到你的 sharing。我 share 了一个是，
我下了一个东西，我想看 chat 里，我随便打个东西，我看我能不能看到。看到，看到。我 chat 里打个东西。我看到你的东西。你看到打你打字，你打那个留言。你看到我打了是吧？打了有有。哦，看到哦，就把这个一半拉到这里是吧？就行了是吧？嗯，拉到你可以拉来拉去的，大小，假如说你 full screen 啊都可以，你自己可以自动你转自己是那个 speaker 或者那 gallery 看到其他的人的人头，speaker 就是讲课的人，讲话的人，你可以聚焦那个讲课的。哦，因为每个人一出声音呢，他就出来了，人头出来了 ，speaker 出来了。假如说你不要其他人一出声就走去他的画面呢，你就聚焦，你要叫主持人或者联系主持人才可以做这个聚焦。哦，聚焦我会，但是我这个共享视频为啥？那你就说把我这个画面要分成一分二份，它三份可以分一半，这个我要弄成这一半这个是吧？看到吗？你 side by side 可以吗？ side by side， 对这个人在很少是吧？对对对，你可以放大放小的，你自己去操作。假如说那个老师的是sharing 共享不够大，那个字不够大，你自己可以放大。哦，老师那个老师放大，他是咋说？他也不会放大，你自己去放大，你自己看得到。你不会人家别人家局限你的要求，自己的要求，你自己去弄。哦，嗯，行，谢谢。下面还有课，谢谢曼丽老师啊。啊，不客气。谢了，好嘞。我也是等那个下课的主持人出来。那你要是等了，你再给我说一下，你刚才说怎么那个文件夹在拷贝呀、啊？刚才说、你在那个留言哈、留言，假如说你要留copy 那个留言的东西，你没进去看，假如说下课了啊，假如下课了，已经走了，你还可以去copy 的。Okay? 哦，拷贝再粘贴到另外一个文件夹里。只要你没有离开，都可以从你进来。的留言到你走的以前的留言都可以 copy 的，那么你就留一个记录也可以，或者你没有时间去看，你是老师，你在那个微信里面去回答他也可以，你说人家赞美你的，你记录下谁赞美你也可以，或者人家批评的，你是怎么样去改进也可以啊，这个是自己做事情。老师，那我拷贝了，我到哪儿去打那个文件夹呀？我要打一个文件夹才能把它放进去。你开一个文件夹，是你自己的文件，不是人家的。你开一个文件，自己去存在里面。假如说你不需要，你可以删掉。我自己开一个文件夹，我这个是你自己的记录，跟人家没有关系的啊。知道我那个文件夹怎么去开呀、开过。假如说你要看你的电脑有没有文件夹。哦，在电脑里另外开一个，开一个。然后把这些拷贝了，然后再粘贴到那个文件夹里，是这意思吗？要看你自己有没有这设备，有些人没有这设备就没有了啊。哦，那么可以放在 Note 里面，或者放在那个 PowerPoint 里面也可以，自己看。我现在看到你的画面哈、因为你共享了，你当心，假如说你当心你共享了，你东西人家看到你的东西了哈、你的秘密我也看到了啊。哦、天哪！所有的我要共享出来，要小心啊！要说咱们有穿衣服都看到了哈。那我现在怎么出不来了？来 ，OK，stop sharing 啊 ，stop sharing， 停止共享。对了，不然你什么东西给人家看到了？电脑，你说谢谢你提醒我，要不然。那那个视频也是，假如说我开了视频，假如你要换衣服，你不要把视频关掉了。到了，天哪！这可要小心。对吗？你要不提醒我，我刚才一直在那写。我天哪！你秘密我都看到了哈。我在那，不是我在那。还有哈、你那个中心都录影的，录影的，你东西就录下来更麻烦。
现在还有录影，我们应该我关把它关掉它，你把那个录影关掉、哦。现在还有录影啊？不要录影啊，老师。不是我录的，不是我录的，我没有主持人，他们没有设我主持人，你去关掉它。那个，那我。要么你给我主持人。OK。你给我那个OK， 我来关掉。